They tell me that I'm never gonna make it. They want me to do something that could make sense. They hate when I keep dreaming I'll be famous. But I don't give a fuck, I'ma keep chasing. I got all this potential that's deep inside of me. But they hate when you're successful cause they try to be. 大家好，这里是东海夜市。They just want you to set up like bumblebee。这边有一间鸡拿棒，特别哦。那来这边呢，一定不要忘记这边有一个叫阿贵师鸡爪冻。不晓得是在。那来到东海夜市呢，不得不说这边有名的美食。之前呢，我知道的美食呢，就是鸡排，好几个品牌的鸡排。那现在呢，时间变了，就是会有不一样的美食，带大家一起来看看。那东海夜市呢，其实蛮长的，但是最密集的就大概这一段。这边呢有牛排馆，还有绿豆沙，这还有一间鸡蛋糕，巷子内呢也有一些餐饮。现在呢，大概是下午的4点多，快5点了，车子还蛮多的。这边也有一间小时候弹珠糖，人气满满。那前面呢有一个停车场，来东海的人，开车的人呢都知道要来停这边。现在价格是多少呢？来看看。这里呢有一整排的运动用品店。这个停车场呢，现在是每半小时30元，它是24小时的。这间饮料店人很多。在96号，价格大概在60到90之间。东海夜市呢，其实人潮很多，它不减以前的感觉。人多之外，它的车还很多，这是它的一个特色。这个十字路口呢，非常的不好过马路，这也是它的特色。这边有一间日船章鱼小丸子，我们再来看看它这一条小巷子。条小巷子呢，大部分都是快炒店，就是东海大学的学生喜欢到这个巷子来用餐。
这里呢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这里就是东海大学最有名的，人口最多、最多观光客的地方。这条巷子呢也是许多餐饮店哦。这边呢有鸡排店，还有饮料店。那这里是往那个东海大学的路口，可以来看看。很多在地美食，这有一间鸭香意面，这间看起来不错。鸭香意面，这里有卤味可以点。好。关了就可以了，他要先解吗？十三的。对，要先解。Hello， 小姐。那麻烦先解哦。55小菜。130哦。好。再一份两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水煎肉。水煎肉。半斤半肉。有比较软的吗？这个就比较软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筋的部分，然后这个就是食肉的部分。小朋友比较适合吃的。小朋友比较适合吃的，我帮你挑一块。好，我要软一点。这块比较软。手太大了。切一份的量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卖一份的。一份的量。对，好。然后三个饭煮多。对。然后先跟你买单哦，哈。可能今天是假日，所以有些摊贩呢没有开，那就介绍到这。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. You don'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. You don't ever want